竞技叠杯比赛是一种使用杯子根据不同的阵型把杯子快速地依照次序层层叠上去之后再快速按照次序快速还原的游戏。这项活动考验参赛者的反应动作需要迅速敏捷，同时也考验手和眼睛的协调度。而教育部在今年年初已经将竞技叠杯列为学校的课外活动项目。这项竞技活动不需要具备先天条件，例如身高和体重，只需持之以恒的练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目标。在手机和电子产品盛行的时代，让学生参与竞技叠杯游戏，可以训练学生的注意力和反应力，也能提升专注力和左右脑及手眼的协调。